曹操名为汉相，实为汉贼，把朕关在这个金丝笼里，挟天子，令诸侯。自尔为王，昔者尧禅位于舜，舜禅位于禹，天命无常，违规有德，汉道凌迟，大乱滋昏，群雄滋逆，寰宇颠覆，皆赖魏王神武整朝纲，平祸乱，救社稷，安宗庙。今王倾城前绪，光宇乃德，成文武之大业，昭列祖之宏烈，皇陵将瑞，人神告征，但为采量，失息朕命。权曰：“尔杜克邪于禹舜，用率我唐典，敬训尔位于系，天之立数在尔功。君其之顺大礼，享万国，以速成天命。”恨死了曹操，恨死了那个曹丕。曹贼窃国，比董卓高明千百，而且只要时机一到，他必然篡夺帝位，弑君自立呀！是谁来救？安兴啊，朕已经半年多没有食过肉味了。朕奏，皇帝专程来平调大臣，以示疏礼，朕怎么还能下跪？祸贯满盈的曹贼真的死了，但是儿臣不孝，今天竟然被迫向曹贼跪下。他竟然敢篡位！百官以为曹丕背下了一尊王矣。列祖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朝廷妖孽日生一日，大汉四百年基业就在毁在臣的手里。与董卓不同的是，曹操弃国，不留贼名，对外反而显示出他是汉廷栋梁，人为齐天呐！求祖宗显灵，扩清天下呀！这等忠言，灭祖弑君。朕知道自己博才寡德，不堪为天下之主。朕若失了祖宗江山，九泉之下以何面目面对先皇？归顺屠臣都是虚妄之事，朕断不敢从。解权逆子要夺祖江山了，臣愧对祖宗，臣生不如死啊！朕心神大乱，已经不再是朕了。男人可以打老婆，天子就不可以打皇后？掌上天子，群小所逼，可奈其何？大汉誓言延四百，今日竟无一忠良开言，一切欲习官。胜过满朝佞臣，你杀朕两次，还要杀朕第三次吗？一个行尸走肉，还有所从之见吗？我把祖宗江山拱手送人，不配葬在大汉故土，是被臣都江湖。前人填土，后人收，后人收的休欢喜，乃有收人。在后头，司马懿，李应，你只用一年的时间，就夺走我们曹氏四代君臣建立的江山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！